你这遗传跟老地主像的，因为我从小可能跟他们长大的，然后我们家属于家庭氛围比较轻松的。你看我姥姥也会骂我说胡闹啊，然后我有时候也会叫他老曹，可能就是家庭氛围都比较轻松，因为他们跟我妈妈也是这样。就找一罐儿的啊，你看撇嘴的，这样。谢谢你的。好，这个得到，得到。好了，你没叫啊。你大笑一个。大笑一个。帅一点。你要嘿。你想怎么着？你等会啊，咱俩一块来啊。嘿。我姥爷特别喜欢拍照。是不是两个在顶着？我姥姥就会稍微害羞一点。他俩现在到这个年龄，其实他们比较像小朋友了。就比如说刚刚吃冰激凌，眼看着他就是想再多吃一根，他就偷偷的往嘴里一直给我塞那个东西。但我姥姥可能稍微好点吧，但也有限。就一个，买半天就买一个。你那个小心思，你别以为我没猜着啊！来啊，一二，慢慢的吃，就咬在这儿。好，你要别动，别动。他们就会稍微已经开始回到了，就是那种比较需要你照顾啊的阶段。是三根呢，咱都不能这么吃。冬天也这样，没停过。就他只要开心，然后他每天过得舒服、健康就好了。特别惦着孩子，他俩就是互掐，就是疯狂的互掐。从嘴还嚼，人家长得还健康。但是他们两个的爱很神奇。小的时候抱着，就是我姥姥如果晚一点回家，我姥爷就会疯狂找。我姥爷如果要出点什么事情，我姥姥念叨的时间比他自己念叨的更久。这个泡泡好看。我觉得他们那辈人其实真的不会特别多表达，但是他俩真的是做到了一个陪伴。就是爱它可以持续很久，但它确实不能让时间定格。但是我是唯一的希望，就是我希望在我所有的时间里都能充斥着爱，不管是哪种程度的或者是哪种方式的爱。对，等一下，就等一下，等会儿。等一下，没有了啊，稍等。等啊。来，你俩一起。来，来，咱俩一起啊。来一起啊，来，再来，一二三。再来一个啊。再来一个老虎啊。再来一个。